请收看《谁是不良校花》。她是蒋小花，一个品味特殊的大怂女，请你把我变成一个名媛的样子。她是唐门，一个传说中的时尚达人。首先，我要纠正你的口音。初一吃素，初三吃素。她想改造自己的原因是，她爱上了白马王子。你确定改变穿着打扮就可以让男生喜欢上你吗？当然可以。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男生不会因为女生打扮上名媛就爱上她的。那万一他已经爱上我嘞？那他就是个白痴加笨蛋加智商有问题啊！可是小花，快说了，他对他又有一种莫名的好感。华视频道《不良校花》，敬请期待。